王子深情款款献唱，跨年独家表演抢先曝光。幽默风趣的艺人阿 Ken 去年就主持台中跨年晚会，今年连庄要和 Sandy 吴珊如一起主持厚礼力宝场跨年活动，而火辣人妻天心则主持另一场。成双成对，叮当以及王子。启动仪式代表跨年晚会进入倒数，演唱会当天宅男女神安心亚将打头阵，挑战16分钟劲歌热舞不间断，偶像剧歌姬叮当嗓音温柔细腻震撼人心，排在叮当后面演出，艺人王子倍感压力苦练新歌。是第一次回到家乡跨年吧，我觉得蛮开心的啦，就是期待跟兴奋多于紧张。台中市政府响应环保，首度跨年晚会不释放烟火，改以飘雪花及110秒炫彩夺目灯光秀，不用怕，这个跨年过了你会没车坐，可以到这个2点哈。都还有车子可以疏散。迎接庞大车流与人潮，台中市政府已经规划5条接驳路线，出动360辆接驳车，让大家嗨翻一整晚，又能最快平安回到家。三立新闻陈怡杰、赵英光 SNG 小组台中报道。